第二话，不晓得会不会比刚刚恐怖哎、欸。可是一样就是狗叫而已哦，就完全没有什么其他东西。日常清洗恐怖一日第二话，感觉它第二话的画质有稍微高清一点了，对啊，然后感觉那个就是反光镜的上面好像站着一个小女孩，诶，站着一个红色衣服的人，我不能断定她是小女孩。可是，一想到一个红色衣服的，就会想到小女孩。嗯，开始。然后呢？注意，游戏中应有大声音效，请注意电脑音量。由于玩本游戏可能会引发身边的灵异现象，我方难以承担一切责任，敬请见谅。好暗哦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看到有灯。然后呢，很吵哎，这声音很讨厌哎，这真是咒怨系列吧？然后呢，我就一直在那边转圈圈。一个小女孩，噔噔，就这样。就是变成一位姐姐了，不能叫姐姐，这应该是国中生的制服，姑且称她为黑发正妹。早点回去吧，他刚刚好像前面有一句我漏看了。哦，走好慢哦，这个比酷哥走的还慢。什么东西？刚刚是不是看到女高音了？哦，不理你，你可以继续走诶、欸，我不想往后看，还是继续走了。他这次可以换，就是要往前看还是往后看？他其实是在想说，我肚子好饿哦。继续。你看，果然是红衣大女孩。然后呢，他到底会怎么样？越来越清楚了。然后呢，要往后看吗？我们往后看看好了。有人吗？一直都是他一个人。看到了，红色的，什么？那个人？看我这边了，感觉好毛哦。快点走吧，走了，快走快走，就这样就结束了。哦，一手收，翌日 again。
待测。他的手已经变成血印了，这让我想到那个《神雕侠侣》的李莫愁，总觉得有股阴森的寒气，得赶紧回去。他后面的街道变得有点扭曲，怎么办？我遇到疯狂粉丝了。有谁在吗？疯狂粉丝？都没有东西，没东西，一直都没东西。他就是在十字路口，然后一直换方向，然后一直看，就这样。到底是想要怎么样啊？你不可以直接走吗？好烦哦！你可以回家了吗？我觉得你的头可以转360度，其实有点恶心哦。我就这样一直转了一直打招啊！我要换个方向转。转吧，转吧，骑在霓虹灯。哎，出现了！咦？你干嘛？别过来啊！咦？他们其实四胞胎啊，他们其实四胞胎啦。恐怖的粉丝要签名，又一个翌日了。这是哪里？这是什么？身体动不了了，然后呢？救命啊！来救救我！没有人听得到。他其实已经变成这一块交互镜了吧？下一个音乐，他已经变成反光镜了，该怎么办？难道要一直这样下去吗？开启我的反光镜人生？又一个翌日，他过来了。什么？那个人？他慢慢靠近我了。红色翌日。手上是拿什么？什么？他拿什么东西？咦？你把我身为反光镜的尊荣给砸碎了！你这个可恶的坏蛋！他的眼神好空洞哦，你还好吗？觉得你该看医生了。你隐形眼镜戴太多了哦，哟，哎，可是牙齿保持得不错哎，那牙齿还蛮白的，
我们黑发最美的反光镜新人生就这样结束了。听听点，哦，还要再看、哦。他心脏好长哦。他这样声音很长，有点累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办？反光镜要换新镜面了。就这样吗？就结束了？结束了。超级吵的，真是。哎，还有，暗器。出门哦。哎，出门哦。超级女，超级女生吧。